听到滴滴答答有在下来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从往右，不是往右，岔路，岔路往左，那个路不要有写。其实不记得了。我换的方向不对。也是湿湿的、啊。不用冲的，等一下不要减速，用冲的。大概左转之后，接着是右转，跟着我一起冲喽。好，所以现在就要冲。一直弹滑的红线回去，一条条黑线下去 ，OK 吗？我现在搞不清楚路在哪。你走、啊。这就是 family 的吧？这我真是 family 啊。为什么大家都往上爬、啊？因为想去搭边缘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哦，左边这个没爬。好，接下来直直冲，超过那个房间吗？缆车站的右边，我要冲了，跟我一起冲。
客様に本日のナイター映像をご案内します。好像跟我一样高。本日の能量換算高度。営業時間は18時30分から21時まで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。なお、ナイター券の販売は。三角锥那边要下车，啊？三角锥那边要下车，他说不可以在路上滑，对，来三角。打算冲到停下来为止。接着就是检阅一下短餐跟房间啊。再也不住这，搞不好以后就变成这里的常客。这次雪况是我来志贺最差的吧？森林啊，你知道旁边有一个小路可以滑下来，滑到这边的路上，然后就会到大梅花的旅馆旁边，好像是他之前，然后再走过来，但是那边比较陡，等我一下，那就关了，好，梅花多少？